超过师傅的学徒不是好学徒，我要成为比你爹还厉害的激将。就你？国之强大，断不可缺国之军械。打枪不是你的强项，别逞能了。我相信你会成为有担当的一流机匠。真的？你真的相信我？制造局的学徒功夫不错呀，多谢了。